漂亮，好听。全军出击！兄弟，我差点爱上了你的歌声，怎么办？那可不，知道不要这样搞我啦！披荆斩棘，超越奇迹！牛逼！披荆斩棘！披荆斩棘，超越奇迹！牛逼！哎，我要的就是这种气势。这个的话不太屌，刚刚那个比较屌一点。我相信你们可以。杀不了呀，杀不了的话就回合线，回中路合线，100多块呢。回来了。OK， 我来了。把这河蟹给拿了，完美。别着急，我们直接搞他那边吧，我觉得兄弟们。请求集合。来，发起进攻。你怎么敢的呀，兄弟？诸葛，你怎么敢的？可以，他闪现了，诸葛闪现了。我还在，能战斗，夸我，来兄弟跟上来，不能怂，披荆斩棘，牛逼！不，你夸我一句行不行啊？我都双杀了，加油兄弟！我靠，不是元芳，你怎么卖他呀？太搞我了，兄弟，这个射手太搞我了，这射手太过分了。兄弟没事，你还有我呢，我在，别哭，我在。这首再这样搞我，我就唱歌给你听了。一会儿我们一起唱歌给他听。你来跟我，兄弟。太过分了！来，兄弟围上来这边。有我无敌。哎呀，我操！怎么这么多人呢？俩残血。牛逼！夸我！干得漂亮！哇，哥哥大鸡巴好棒！你不要说这种话，我只要牛逼！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橘右京！请求集合。你夸我牛逼就行，你越夸我牛逼，我就越牛逼的。打吧！夸我。哥哥的棒棒好大呀，我爱了。不是你这个你的好猥琐呀，你说话一会儿让我妈听到了，我妈就打我。他都老搞你，他还骂我，他卖你还骂我。都上去了，5个都上去了。可以，我看出来你们要3打5的士气了。这个符有点捞呀，这符都打。往后拉，赶紧往后拉。这波线，我奖励我自己。我都说了，5个都上去了，你们不信。他这个火舞太他妈的捞了呀！没事，你不要骂人。喂，我发现你们这个数字整体偏低啊！一会儿你们骂人，让我妈听到了，我妈能打死我。他本来就不让我打游戏。开始撤退。拉吧，走吧。你怎么敢的呀，小诸葛？嗯，震他，漂亮。左，大招还未冷却。我操！这他妈杀我有什么用呀 ？IP 呀！太捞了，我看出来了，对面真的是捞，机不择时呀。杀我有什么用啊？捞！对呀，捞！你看杀这个射手，杀到他0-2，杀到他0-10，这台好吗？OK， 不是啊，这0-2不是我们这边的吗？
这里是对面射手是一杠二。哦，一杠二是吧 ？OK。发起进攻，发起进攻，整他，整他，整他，别给我客气，夸我，夸我，夸我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冲冲。OK， 弄他，弄他，弄他。你怎么敢的呀？啊，怎么敢的？给你勇气，给你勇气啊！夸我，夸我，夸我。哎，你们好小气啊，都不夸一下我的。好棒呀，不是你夸我牛逼就行，夸我哥哥好棒呀，橘右京牛逼，哥哥好棒呀，好棒，你怎么不当女的嘞，哥哥好棒呀，好的妹妹你也很棒，你怎么敢的，哇队友是你能杀的呀，压着他，压着他，压着他，快走，我感觉我走不掉啊，哎，我走掉了，漂亮，牛逼，哎，廉颇我们能不能打个商量，廉颇哥哥们冲啊，哥哥们，廉颇我们能不能打个商量，请求集合，怎么商量啊，我杀人你能不能夸我牛逼，不能啊，为什么不能，哥哥好大呀，哥哥好棒呀，下路可以越，下路可以越，干扰好了，哎呀你这个没有牛逼真精神的呀，我心态崩了，我感觉我战力减半了，啊我瞬间失去了一股牛逼的战力，看我位置，冲，我不冲，冲你妹啊，你不夸我牛逼我怎么冲嘛，这冲上去的话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，这哪吒直接白给白送了，我看出来了，其实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乱上去带节奏的话就是送节奏，看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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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经济怎么落后300了呀，怎么落后300啊，你说啥呢，这个人他是连红都不要吗，跟我节奏，跟我节奏，牛逼哥带你飞，哎廉颇的老 baby， 往我这来，往我这来，我在我在，大招已经好了，兰陵王搁这呢，技能已经好了，打他打他，我给你一个辅助你也不放过呀，你这个有点饥不择食了呀，技能已经好了，救他，他开大了，他开大了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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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救个大头鬼呀、啊！你都不夸我，怎么救？这救你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呀！我跟你打商量，你又不给我商量，你商量我的话，我说不定我就用生命去救你了。我不在，我不在。开始撤退，收到。太乙没大，太乙没大，太乙没大，知道。我跟他们说呀，没跟你说啊，狗日的，救都不救我，看着我死。那我去救你的话就死两个，你又不夸我。我们已经志不同道不合了，但我原谅你了。这龙咱们可以开呀，这么香，咱们为什么不开呀？我发现了，你这个独立意识太强了。我来。技能已经好了，主要对面的话就是一个后羿了，哎，活物怎么死的，主宰黑暗
战暴君降临。这个法师是个呆逼吧，我靠，我过来他就白给。兰陵王在，兰陵王在，兰陵王在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，给你开位。清兵，清兵，清兵，快点走。哎呀，你怎么上了，兄弟？兄弟，你开麦吧，你要上的时候，咱们要打着商量。他怎么敢的呀？之后一经济本来没。